今年终于发片的严艺格首次举办签唱会，现场聚集许多忠实歌迷力挺，让严艺格相当感动。我其实蛮紧张，说今天会不会没有什么人？我你知道我心里本来预设是20人，我真的觉得是20人，我觉得说我消失这么久，会不会很多人都不记得我或什么的？但我一上台，真的吓到，所以我就是一上台那一幕想哭，然后想说不行，我要忍住，不能这么逊。带着感动感激的心情，严艺格强忍眼泪，感谢歌迷一路以来支持，而选在双十一单身节当天举办签唱会，唱片公司也特地找来3个带着严艺格理想型人形面具的候选人上台，让他挑出自己的天菜。我没有试过这样子可以让我选的，这也太 over 了。我觉得蛮期待有一天可以遇到一个可以照顾我的人，是真的啦。对啊，所以真有条件是像古天乐了。不敢往那边去想，那是天才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觉得我一直对外表这件事情，就是没有说哦一定要选一个帅哥或什么，但我真的觉得我还蛮希望有个人可以照顾我，因为一个人久了其实还是需要一个肩膀。现正单身的严艺格渴望找到合适的另一半作陪，签唱会当天也带来许多新专辑中的好歌，让歌迷一饱耳福，一起度过愉快的下午。王健堂、苏志宏采访报道。关注你的爱。